灯光被破坏了，我们去船头溜达溜达。哎，这个队友怎么站在这？哎呀，他变形了。哎，你不讲武德呀，怎么变成了我？你刀完人不会让我背锅吧？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你这几个意思呀，搞得我都不敢去刀人了。赶紧的，我们去人多的地方待着，不然他们说我变形，我还真没法解释呢。哎呀，这个队友潜力真是太坑人了，让我完全没有游戏体验呢。哎，变成我去刀人，那岂不是都来怀疑我了？我还怎么去刀人呢？这边人挺多的，我们站在监控下面应该能洗脱怀疑吧。报告之前呢，我们还是不要动了。好的，我是护目镜报告了，他说是白色，我就知道这个队友会坑我。幸好这个小指纹灰色，看到我们在管理室门口。哎，这个队友怎么这么着急想把我给出了呢？你别说话行吧，搞我们呢。护目镜说我们的弹壳是白色的，你真的看错了，我确实不是变形者，而且我一直站在监控下面，刚刚有很多人都看到了，有人变成我是真的，但不是我刀的，我怀疑他就是想要骗我们呢。直射说这么多人保我们，那可不是吗？哎，幸亏我们机智的站在人群中，反投一波护目镜就看投票结果了，我们只要不被投出去那就没事了。还好没有人投我们。可恶的队友，看到变成我了你还不赶快变回来，头也不回的跑出去把人给刀了，害得我差点被怀疑票出去了。看来我们这两轮要跟着人群走了，不然还是会被怀疑的。老老实实修一下反应堆，既然队友这么坑我们，我们就先躺平了，啥也不干。哎，等船员完全信任我们了再找机会下手。这个粉色这么勇吗？船尾这么多人他怎么敢的？直接把青色给刀了，还这么多人看到了。我就说队友不太行嘛。既然小粉被发现了，那你就去当太空人吧，一群人看到了有什么可说的吗？哦，因为不能有人一直在看监控，所以你就把他给刀了。我的好队友啊，你在说谁呢？他接着我的话说了一句我的好队友，你这是在暗指我吗？别闹了好不好，赶紧去当你的太空人吧。临走之前你还想整点幺蛾子吗？他又给提示了，最活跃的人就是内鬼。好吧，我们就不要说话了。直着还以为是小指纹，千万别怀疑到我们头上呀，我们一个人也还没刀呢，寄给他们去背锅了，这让我怎么去玩呢？好了，赶紧把粉色给投出去，别让他再说话了，再说的话内鬼全被他点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再来转一转。小红在库房连电线任务，有人在看监控，看一下定位地图，保安室有三个人，我们去保安室看一看。队友又把灯给关了，遇到了个小黑。先不去保安室了吧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有机会下手啊。监控还在亮着，确实有点棘手啊。这个小纸，看来这个小纸倒是不能刀了，监控已经看到我们下来了。黑色被刀了，报告也好呀，紫色应该能保我们一波。我这是在干嘛呢？整局都在找人保我，都怪那个队友坑我呀。紫色说我们后来的应该不是内鬼，干得漂亮。小主人说他想出我，哎，我怎么招惹你了？红色说不是白色，因为白色刚刚和我做任务了。哎，不错，又来一个船员在保我。小主人问红色是在保我吗？红色说看到紫色跳风管了，紫色说那是变形，刚找到紫色来保我，这红色就来这一出。行，把紫色给票了。哎，小紫你就出去证明一下自己是真船员吧，这样就能间接的证明我的清白了好吧。紫色是真的惨呀，他不就报了个告吗？你们怎么能把他给投出去呢？我觉得我们啥也不干呀。哎，等他们拍灯我们就可以吃瓜了。这队友还把大门给关了，冷却还没有结束呢。好的，护目镜拍灯了，我无所畏惧，大声指责他们，你们票紫色干嘛？我刚刚在他后面一起的，虽然有一票是我们投的，但我们问心无愧，因为黑色不是我们刀的。小指纹猜我们和红色是内鬼。好的，你猜错了一个，小心我们三个合起来把你给票了。红色真的有点冤啊，他说一直在做任务，就保了个我们就被怀疑了。护目镜还拿第一轮的事情来说，这都多久的事情了，请大家不要相信。红色还在保我们，加油啊红色，你一定行的。好的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赶紧弃票。哎，弃什么票呀，我们是匿名投票，投一下护目镜。哎，离谱啊，还真的有人投了护目镜啊，这他不就票出去了吗？好家伙，给我整的不会了。这样的话两个内鬼对战三个船员，再刀掉一个就赢了。队友破坏了反应堆，破坏的有点早了，看他们会不会去修啊。走走走，拉扯一下啊，把他们给引过去，然后我们回到餐厅等着。哎，他们要是修好了，我们就把餐厅的大门给关了。哎，这个小指纹他不去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反应堆修好了他可能就会拍灯啊，我这还有10秒的 CD 呢。好家伙，这个小红也跑过来了，你们都不去修呀，这不是让我赢吗？我感觉要赢了，还有3秒了，2秒，1秒，别跑别跑别跑。哎，赢了，我们隐藏到最后，一路上都在有人保我们，这就有点离谱了啊。我们总共就刀了一个人就赢了。开局队友变成我们去刀人确实有点膈应啊，让我们不得不一直在自证清白，幸亏有些船员来保我们。求求那些变形者可千万不要变成你的队友啊，自证清白很麻烦的。